那个，花钱，好了，老大送件衫来给你，好吗？好，咩嚟啊？边位？系咪叫外卖啊？入嚟。系边个外卖啊？系嘅，三日系嘛？喂，边间房啊？我间。喂，老豆啦，做咩？你有冇搞错啊？你将我三年嘅青春放喺佢身上，系你话听得好辛苦啊？都冇理由放喺佢，叫我喂喂，一叫叫你，跟住就飞呢个游戏啦，死咯，即系睇乌龙噶啦，已经。功夫系要靠自己掌握，唔好轻易放弃啊！又话好笑，叫喂喂，我都偏唔明白咩。老豆啊，咩啊？男條妹就嚟生日啦，嗰件嘢我送翻俾你啦嚇 ，Happy Birthday，Mr. Lawrence， 我唔得噶，我唔得噶。你邊個？哇！你死咗！唔得噶。嚇？人哋是2020年。你咧？我都唔得。大王，你做咩啫？我想俾2020。請問啊？哦，原來叫得份外賣。老豆，你求你重新啊！过年啊，过年啊！边个嚟噶？出边嗰个啊，系阿莹嚟噶。啊！咩啊？话俾我听，我喺房里边好伤心啊！哦。小姐，你喺边位啊？请问你赵雨婷喺度吗？我系张小姐啊。哦，喺房度好开心啊！系啊，好伤心啊！佢为咗你喺房度好伤心啊！请人坐，请人请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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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人请你話叫我幫翻你，你整翻份嘢咩？啱唔啱啊？你講。所以細佬係點過咧？你做咩啊？不要害怕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得到。